今天林书豪在网上分享了一段和周杰伦玩耍的视频，画面中他俩在杰伦家的大房子里，杰伦给林书豪秀魔术，还为林书豪下厨。从视频中看，林书豪想用魔术让瓶盖上的竹蜻蜓转起来，但是他没有那种魔力。另一旁的周杰伦过来向林书豪小秀了一下，只见他微微弯下身体，两只手在瓶盖两边搓动着手指，瓶盖上的竹蜻蜓真的慢慢的转了几圈。之后周杰伦还给林书豪下厨做饭，真是让粉丝们羡慕死了。Papa l'americano和林俊杰一块拍抖音，感觉林书豪很喜欢搞怪。虽然拥有两米的身高，但性格就像个孩子一样，怪不得他能和周杰伦和林俊杰玩到一起。而且周杰伦、林俊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篮球。他们因篮球结缘，又因性格相投，逐渐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真是让人羡慕。